我哋而家做緊《說得出的晚會》喝緊紅酒同埋薛凱琪係我哋嘅嘉賓。說不出的晚會喎，飲緊紅酒薛凱琪。OK， 都係嗰樣嘢咯，都係嗰個錯。所以咪唔關正音唔正音。所以我咪啱咯，咪就係話。你係好好噶。咁好想知道其實你自己嘅愛情觀係點樣嘅？哦、我喜歡現在這個 cameraman， 第一你不會因為哇原來要笑容，就算你喜歡也好，你就其實每一天你有很多個通告，就算你喜歡那個人你都沒有時間聯絡，你就會走的了，這樣就是做完一單就到一單，所以基本上是不會有時間認到任何人咯。是啊，其實如果有得選我是 prefer 不選圈中人的。就是加少少芝士俾你，大家可以食下。咁高嚟嘅可能比我知啊，地獄嘅感覺係點先？佢都話佢煮嘢好食噶啦，你唔好咁樣講啦。我想睇下幾，唔係咁樣卸下都唔得。咁樣嘅，即係百幾下。其實我唔夠 gas 咯。哦，攞咗。